拥有多功能绞肉机，绞肉馅、和面、炸鸡样样行，强烈推荐。这做啥饭吃？包饺子，肉馅的。我这怎么整一盆肉呢？今天吃肉馅饺子，放点葱，再来点生姜。这绞肉可快了。绞好了，看看这肉，全都绞成小颗粒了，放到碗里备用。再绞点菜，白菜，拿下菜刀呗，白菜切一下，放几个辣椒。菜下去绞好了，看看效果。绞得挺好。非常均匀，都是小颗粒。